谁说弹钢琴可以变得优雅？居然有人可以把钢琴弹得这么猥琐。不懂就问，这是返祖的钢琴家吗？排除了毒气，使人变得优雅了许多。钢琴在他这都会变得抑郁。吼叫让我对钢琴艺术感到如此痴迷。开头的跳确实是我没想到的。这钢琴弹的全是感情，没有技巧。真的认真起来，光线都变暗了。比你的音还高的只有你的发际线了。你能不能不离开呢？飘柔难道没找你代言吗？老嫂子，千万别把声带甩出来啊！